睡着了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艾欣，那个就是你说颜值很能打的那个男的。像安生这样的男人，怎么可以这样称呼呢？也没有很帅嘛，胡子拉碴的，我没我精致。哎，开玩笑，说着玩的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一个单身男子在我女友家楼下守着，怎么跟我没关系？而且，这房子是我的，我来看看我房子怎么了。哥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哥是来接我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家里突然有点事儿，我就让我哥哥来接我了。你们玩得开心，下次再约。先走了。走吧。